大家好，我是大梅，今天又来赶海了。今天有点小冷啊，帽子没有戴啊。开始进去喽 ，Let's go。这个是真的啊，这个是白蛤了啊，第一个白蛤了啊。哎呀，好累呀、啊！哎呦呀呀呀！大家知道这是啥吗？藤壶啊，家里有老爷们的啊，就必须得备这样一个啊。川子每天晚上都得跪这个东西啊，他不跪说他睡不着觉，你知道吧啊？谁要的跟我私信我啊！哎呀，贼舒服了，好多壳，好多这个蛤了啊，有毛蛤了啊，一个，两个，找这边的，它可能是那个退潮之后浪冲上来的，然后没有弄上去。三、四，天哪，发财啦！这挤了，到挤了，这完全我就有眼睛过一圈，感觉好多。上面这个是藤壶啊，这个都是藤，哇，又一个又一个。这边有一个小的，这个小的就不要了吧啊，捡大的，我们今天就捡大的啊，专挑大的，小的让它长大，我们过来再过来抓它。小的就不要了，小的放了，这样就行了。这个就可以了。这边呢不是养殖的啊，在那边是养殖地啊。这边应该都是那个海浪冲上来被这个网子拦的啊。藤壶、毛蛤，这个还行啊。哇，这一吓我一跳，我以为是大海葵呢。两个，又俩。大的话就收下了。这是藤壶，传说中的藤壶啊，回家给川子，赏给川子。又一个。就在这网上，俩小的不要，继续。这个是啥啊？好，我的妈，吓死我了！认不认识？海蜈蚣啊！但是我不怕，我是女汉子。继续讲我的毛蛤了啊！这个是吗？这个里面这个是啥？出口在哪里？哎，刚刚那个跑哪里去了？这个是个壳，发现一个毛蛤了啊！壳，这个口开着。哎，这是个壳呀，挺会伪装的这个，太会伪装了，把它藏起来，感觉挺像真的，埋着。在网底下都是哦，都是毛蛤了。我天，直接下手摸，虽然有点小了，带汁啊。回家就可以，也是一盘菜呀。这个是藤壶，直接在网上捡就行了，我觉得太简单了，就是这么简单呐。又一个，逮到就抓呀。继续走，继续继续，停不下来。这赶海也太简单了吧？啊啊！一摸一个，摸不到，又一个。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！今天太冷了，就拍到这里啊。本来是给答应给你们拍那个海胆的，然后海胆被两个小家伙拿去玩了，下次捡海胆的时候再补上。今天就到这里了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